我把你搬回去，咱们哥俩不醉不休。 敬你一杯酒。哎哎，你跟二虎混在一块儿，咋学的不懂规矩了？俺爷爷奶奶也没动筷子呢。小子，俺可是你爹请来的客人，不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你爹对着干呢。嗯，哎，儿子，海英啊，这家丑。 不可外扬啊！嗯，咱们都是亲戚，你说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！哼，俺说过了，俺跟鱼爸势不两立。共产党把你脑子洗的可是真干净啊！才不到一年，连亲戚都不认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 俺爹是被谁逼着大冬天赶海，差点冻死在海边，俺娘又是咋死的？是共产党让俺粉身当家做主。海英啊，哎呀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它了，啊？你说，俺家那些财宝。 都藏哪儿去了？扔海里去了。那王四江和那些共产党跑哪儿去了？朝鱼爸的老家去了。我问你，海葵是谁？没听过。哎呀，别吓着闺女。我给你脸，你不要脸是不是？ 各家各户注意了，大伙都去迟家大院门口开会，拒不参加者加立三成。这个没骨气的家伙，娘，迟龙章会不会杀了海生哥和韩英姐呀？他在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前，暂时不会对他们俩下毒手。海生哥都被打得一点人样都没了，娘，咱得想个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铁蛋儿，你娘。 叶叔叔、四江爷爷，还有二虎他们，看着他俩受罪，何尝不想把他俩马上救出来？可是，俺恨不得能冲进迟家大院，把海生哥他们救出来。谁？铁蛋，铁蛋，是大铁哥。 大铁哥，铁蛋。 你怎么来了？二虎队长没来过。二虎没有啊？怎么了？二
把迟海英给我带上来！把迟海英带上来！什么？二虎他？嗨，俺们突围出来，他就不见了。老会长说他一定是来村里救海英了。哎，他那脾气你也知道，搞不好就会。叶局长知道，你家里是不能来的，可没办法，这不派俺来。我知道了。 二虎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所行动，我现在就去石家大院看看，你们两个哪都别去，在这等我。注意安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让他滚！你们大伙都知道，迟海英和我是同一个爷爷。 呸！我这么做就是让你们大伙看看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跟王四江、叶洪山勾搭在一块儿和我作对，哪怕他是天王老子，本区长也绝不留情。上胆子！是。乡亲们，不要怕，石鸿章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 你一定会的！给我上刑！给我上刑！给我上刑！给我使劲！使点劲儿！给我使劲！给我使劲！ 我不管他是独大成派，他是我的伙计，我把他打成这样，我就不能袖手旁观、不闻不问？他勾结叶洪山、王四江，分了我迟家的财产，他犯了族规。作为当家人，我有权处置他。迟区长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你既然承认他是你们家族的人，论情感，你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手？论族规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处置他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哎呀，太惨了！ 老太爷，老太爷怎么了？被二虎绑了！你说什么？先把他抬进去，把他抬进去！海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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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英！
秀儿，你别乱动啊！二皇兄弟，有话好说，你先把老爷子放了。池龙正，赶紧把海英海生放了。皇上，只要你放了俺爹，俺就给你一条生路。少废话，先把海英海生交给俺，要不然俺一枪崩了他脑袋。哎呀，二爷。你快把他们人放了啊！你可这么大岁数，受不了这折腾！你放心娘，我一定把俺爹给救出来啊！开铲子，你看这都乱成什么样了！你快回屋！救命！你别在这添乱了，你就。二虎兄弟，有话好说啊！麻子，哎，叫人先把海英带过来。好，把海英弄过来。英子，海英已经来了。英子。还有海生呢，你别着急啊，俺马上把海生给你带过来，让海英过来。你不许伤害俺爹，只要你答应不伤害俺爹，我就让海英过去。好，让他过来。 大脑池家大院，一定会激怒池炉长。以他的德行，他一定会杀了二虎和海英。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俺马上回去报告叶区长，把武工队调来救人。来不及，一来一回，至少明天中午。武工队人太少，白天不能行，只能等到晚上。怎么办？咱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杀吧？ 石龙正，一家财宝都是俺一个人藏的，放了还是俺英，有种冲俺来呀！狗东西，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，我今天非亲手砍了你不成！龙正，龙正，爹，不能杀，爹，不能杀他呀，爹，老梆子。 只要俺二虎还有一口气在，俺连你一起宰了。爹，这狗日的，是可杀不可留。可是你杀了他，咱家财宝咋办？啊，祖宗的牌位咋办呢？这可不能毁了咱们爷俩的手上。局长，局长，二虎是龙湾头村村委委员，又是民兵队长，他手里肯定有共党的名单。 他也肯定知道海葵是谁，这可是党国的大事啊！刘志山，你这个叛徒，老子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就算老子死了，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他妈的，给我闭嘴！队长，我最恨这些共产党了。 现在落在了你的手里，我真恨不得你马上杀了他。来，局长，支局长，看在党国大事和池家财宝的份上，
先让他活三天，我知道你对付共产党是最有手段了。这三天之后，如果李二虎他刚进铁骨，誓死不说，再杀也不迟呀！啊，嗯，那就让他再活三天，到时候不说的话，那就明天。主上，小不忍搞乱大谋啊！ 关进来，严加看管，把他押下。把他俩都带下去，都押下去。牢房小窗户外有棵大树，矮上的就在那棵大树上用弹弓打个二角弹他们，咱把小窗户弄开，人不就救出来了？那个窗子太小，别说是身负重伤的，就是正常人也钻不出来。那咋办啊？ 咱们的力量太单薄，必须把池家大院的海匪调出来，才可能有机会。这可难了，叶区长来都没能把他们全从池家大院调出来。退一步讲，牢房肯定会加强防守。除非这件事情对于池龙章来说非常重要，重要到他顾不上他的财宝，更顾不上审问二虎他们。哪有这好事儿？咦，俺想到一个办法。 娘，俺真想到办法了。哎，你小孩子家能想到啥办法？能让池龙章出动所有人马？啊？要是用他家的祖宗牌位呢？啥？那些牌位在池龙章眼里，比阿刁蛋还重要。上次换人的时候，池龙章就怕丢下那些牌位，才不得不把阿刁蛋留下来。娘，你想，池龙章为了那些牌位，你儿子都不要了，你们说能不重要吗？关键是，池家大院都是人。 怎么才能偷出来他们家的祖宗牌位呢？俺和海参哥早就弄出来了。铁蛋，你们俩，池龙章回来前，俺和海参哥就担心他回来后阿刁蛋会仗势欺人，所以俺就把他家的祖宗牌位全弄出来了，藏在村口的大树上，想着他欺负人的时候就拿这些东西吓唬他。 难平老子心头之恨，三刁员，区长，有何吩咐？我问你，二虎是怎么抓住俺爹的？啊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啊，区长，俺听到外面有动静，这出来后就看到二虎已经把老爷子给……废物，老子管你们吃管你们喝，你们还不如一条狗回看家。滚！ 麻子，准备辣椒水，我今天晚上非得好好折腾折腾二虎。大哥，您消消气儿，一会儿我就给他上点眼药水，来套眼药脑，保证让他开口。石局长，你要是把人给折腾死了，我还怎么查海葵呀？不折腾的，老子出不了这口恶气。石局长，小不忍可乱大谋啊！ 你可别忘了，现在可是我们京城合作的时候啊！合作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趁着老子的火全在二虎身上，你也给我滚！好，那你给我一艘船，我现在想去青岛向池团做复命。什么？复命？你海葵没查到，你复的哪门子命啊？ 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，无论任务是否完成，都应该回去复命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？上岛之后先问国家的去向，然后就是跟我要人。你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查海葵。你以为人多就能把海葵查出来啊？我看你小子就是家拉起队伍来跟老子对着干。那是你的想法。 我可没有这么想，我的任务就是查海葵，其他的跟我无关。少来这一套，船我不给，想去青岛，自己想办法。好，那我就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养足精神，好弄船。
什么东西？大哥，俺现在知道，要是不杀个人，难消你心头这口恶气。要不现在俺就去把刘禅办了。不愧是我多年的兄弟。走，去哪儿？牢房。我要让二虎跟海英生不如死。刘志山不办了？他那杆枪还没响呢，先留着他。很好，大腿哥，18个牌位上面一个，剩下的全在这呢。好，哎，你娘写的信呢？装着呢。走，去村外的树林。哎呦，大哥，这怎么闹的？这是。报告局长，刘三嫂来了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他来干什么呀？啊，让他明天再来。是。等等，我那区长的任命还没下来呢。那可是县长的朋友，这个节骨眼上，可怠慢不得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不是大哥，二虎那边怎么？太小，你让我先把三姑奶奶糊弄好，行不行啊？这不是徐区长。哎呦，三妹来了。哎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你还带着东西。对不起，这还真不是给你带的。啊，啊啊啊！哎，坐坐。哎呦。哟，池局长，您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哎，别提了，一不留神，让二虎那狗东西把我给……嘿。早知是这样，我就给你带一些跌打损伤的药来了。哟，谢谢三妹儿，哎，难得你对我这么上心。三妹儿啊，深夜登门，有何贵干呢？这不是下午你路过我家门口，说晚上有要事商量吗？我在家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结果来了之后发现你抓了我的人，上大刑打伤人不说，还关着门不让我进。看来你呀，真没把我放在眼里。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事发突然，我实在是来不及。啊，再说了，他们脸上也没写着是你的人呢，啊，对不对？三妹啊，不是我多心啊。这龙王岛这么大，怎么我抓的人都是你的伙计啊？哎，好像你这个供销社专门挑共产党人给你当伙计似的。我只是个做生意的，我管他什么党呢，能给我赚钱就行。再说了，人家吕县长都不限制，怎么着，一个准区长还要管啊？不管，不管，我哪敢管呢？龙王岛上人那么多，你再重新雇就不就行了吗？重新雇你给钱啊？我跟他们都是签了字画了押的，你这么突然之间把人给抓了，你让我那供销社还咋赚钱啊？三妹，只要这王四江回来自首，海生我马上就放了他。至于海英，只要他说出财宝，交出共党名单，再告诉我那海葵是谁，我也马上放了他。否则，就算你告到县长那儿，恐怕他也不会答应让我放了的。来，我看看你的伤。眼睛没事儿。嗯嗯。鼻子已经不出血了。哦。不出血了，这是酒精，用来杀菌消炎。哎呦，消了肿，过几天就没事儿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我这些药啊，是从家里拿来的。你把我的伙计们都打成那样，我总得去给他们上点药吧。这个嘛，怎么着，你不会不答应吧？这个我还真不能当。
我本来以为池区长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，真没想到。什么？人家共产党抓了你父母跟儿子，都让我去探望。看来呀，你还真不如。马副官，哎，你带他去。谢了。请吧。大凯哥，这棵树离池家大院最近，就它了。好，嘿，主人。他呀，再就是掏心掏肺，那狗日子日日夜不领情。一条好手，七个岁就死在这里，不死在就好。是他娘的，欺负我，你得弄死他。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？没事，孩子。三婶儿啊，给你擦点药就好了。孩子，你知道啥，你就说出来。说完以后，他们就会放了你。出来以后还到我那干活，我亏待不了你。听你们掌柜的话呀，没错。如果早说的话，何必遭这罪呢？马子，嗯，这孩子在我那儿干活很卖力，以后你多照顾点。俺是不会向于爸屈服的。人都打成这样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跑不了。要不把这绳子给他松了？不是你这，够不？帮个忙嘛，麻子。帮个忙，帮个忙。这事儿可不能让曲阳知道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我懂。谢谢啊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看在你们掌柜的面上，把人解开了。英子啊，平时你的手脚最麻利，我才不管你是什么人呢。咱们的合同继续有效，你的工钱我给你攒着。碰到这样的掌柜的，你们真是掉到福窝里了。你们池区长心也太狠了，这英子好歹也是他们家族的人，怎么能下这么黑的手？就下这么黑的手啊，他还啥也不说呢。三嫂啊，这该看的也看了，这该上的药也上了，请吧。我有时间再来看你们，记住了。海生，请。谢谢啊。记住了，听你们掌柜的话，早说早点出去。大哥哥，绑好了。三妹儿啊，人你也看了，现在咱说点正经事儿啊。你说这县长他怎么就成了你的合伙人了呢？
这算啥呀？我在青岛做生意这么多年，认识的大官还多着呢。哟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！你看，咱俩现在也算是合伙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。现在正是渔汛期，如果渔民不下海打鱼，我跟吕县长的合约就完成不了。这样吧，也不用你出钱，也不用你出力，你只要把那些艄工都给放了，再把那些船还给他们，我供销社就有你一成的干股。啊，只要王四江肯回来，我立刻就放人。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“还”字儿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那船本来就是我们迟家的，借可以，那得花钱租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一不放人，二租金那么高，谁愿意出海打鱼呀？我那供销社岂不成了摆设了？我实话跟你说，今天我没把他们都杀了，已经算我仁义了。池局长，哎，都不是外人，叫我龙章就行了，啊。做生意眼光就得长远，渔民带着负担下海，自然就没有干劲儿，没有干劲儿就没有收成。你算算，最后亏本的是谁？兄弟们，俺和外队给你们来送钱了，你们都起来准备准备吧。裁判，很好。十一个牌位，十一棵树，还有七个，俺留着收拾阿刁的。铁蛋，你表现很好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回家当我们的好消息吧。俺不，俺要跟你们一起去救海生哥。铁蛋，你家里是咱们的小根据地，你要是跟着俺们，万一池龙庄派人去你家里咋办？啊！你看，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海匪，就算咱救出海生他们，也不容易马上出村。如果连个藏身之处都没有的话，那岂不是白救了？俺在家等你们。好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是，去吧。想想当初咱们七个兄弟，现在就剩下俺和歪嘴了。兄弟们的尸骨东一条西一根，上个坟都不方便。俺就在十字路口给你们烧点，你们也别怪哥哥。兄弟们，闭闭眼吧！兄弟们，你们在地下保佑俺跟歪嘴发财。对，俺要发财，给你们也烧几个香。你他娘咋啥都吃？那是贡品，给死人吃的。自从我们跟石龙长就没吃过饱饭，你倒挺好，还能去小白姐家吃点。大哥，你别听歪嘴胡说啊！俺都是帮你照顾嫂子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别往心里去啊！歪嘴，那咱俩也得好好想想前程。李大哥这一死，石龙章对咱俩也不怎么待见。今天剿匪还让咱们这冲在前面当炮灰，跟着他也没什么油水。三子，你说咱杀了那么多人，能去哪？哎呀，三哥不好了！三妹，这事儿你就是把天说下来，我也不能答应。放人出海打鱼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你呀，你就负责把那些打上来的鱼啊高价给我卖出去。至于这个分成呢，你看啊，船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要五成。那可不行，这么高我可做不了主，我最多只能给你两成。三妹，大哥，嗯，你爷挂。挂树上了，你
王八羔子，你爷爷才在树上挂着呢，怎么回事？真的？那牌，大哥，牌，大哥，你家祖宗牌位在树上挂着呢。你说什么？三妹，合作的事儿咱就先这么定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你说的，我还没定呢。那你在这儿好好想一想，好不好？我去就来，啊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大哥，你看是不是这个？哪儿找着的？树上。树上啊。爹，娘，找着一块。哎呀，龙章啊，这是你祖爷爷那块。哎，那其他的牌位呢？这帮穷光蛋，真拿着老子当猴耍。爹，娘，他们把咱家祖宗牌位全都挂在村外树林子里了。哎呀，那片树林至少有300多棵树啊，咋找啊？啊，那可是我们石家18代祖先呐！完了，把所有人都找来，3个人1组，跟我去找。啊，是，树林子里找。啊，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得，快点，你也去。快点，爹娘，别着急，先进屋歇着吧。来，儿子，扶着奶奶。兄弟们，仔细找啊！村外边每一棵树都不能放过，听见没有？快点！快！哎呀，快找！局长，快找！局长，找到一块。爹，找到一块。嗯，哎，还有16块呢，快找去！接着找。是。哎，爹，费这个劲干嘛呀？啊？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气不气人？你说费这个劲干嘛？啊？这是在找我们家的祖辈。哎，爷爷。咱家祖宗牌位是被海生的铁蛋偷的，现在海生被关在牢里了，那肯定是铁蛋藏的呀。俺现在去把铁蛋抓来，那么找不就完了吗？儿子，你说什么？你们没回来之前，海生铁蛋就要偷俺的罐头，现在这个事肯定还是他俩干的。嗯，你还有你，去把铁蛋给我抓来。是，是。有没有？啊！你说。